有着东方第一猛犬之称的藏獒，实力相当强悍，他们是牧民身边的得力助手。面对草原上偷猎牧羊的野狼，藏獒直接冲上去把野狼赶走。虽然藏獒实力强悍，但他们一直勤勤恳恳地承担着看家护院的职责，一旦有人冒犯他们就会上前驱逐。男子误被藏獒当成坏人被驱赶，得亏是跑得快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这场面也是莫名觉得有点搞笑，和其他的狗狗一样，作为人类最忠诚的伙伴，藏獒也是忠诚无比，和人们相处丝毫没有架子。面对女子的亲昵示好，藏獒开心的大口喘息，高兴的表情溢于言表，场面异常搞笑。而在这边，藏獒还成了小萌娃最忠诚的玩伴，几岁大的小萌娃才刚学会走路不久，牵着藏獒出来散步，这藏獒的个头都快赶上它大了，但藏獒却乖乖的跟在萌娃身后，画面简直不要太有爱。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，甚至有小女孩躺在他身上睡觉，藏獒都完全不带生气的。在小女孩快要掉下去的时候，藏獒还扭头观察她的情况，生怕她不小心摔倒。这也太暖心了吧，想不到这么大只狗狗竟然如此细心。